人一直很担心我们到底有没有出席。对，图腾玩那么久了，那我们还是希望给我们家里面的人，我们没有变坏啦，我们没有坏掉啊，应该说我们很想要给家里面的人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呀，所以我们一直很坚持玩音乐这件事情，所以才会有这场表演这样，这样 OK 哦。好，你们愿意来，不管你们是不是路过的，然后那我就把你们当做，我们就把你们当做家人，然后我们今天唱歌给你们听的话。